偶像女星杨丞琳五号为电玩展活动站台，还和两位粉丝进行游戏对打。而旧爱小鬼在电影《阵头》里也打鼓打得起劲，杨丞琳表示会去电影院支持。那当然，我还也会去支持本土的。然后《阵头》这个部分，我知道小鬼之前练鼓啊，他练的手都烂掉，所以我一定会去听好朋友。而下礼拜就是情人节，单身的杨丞琳不知道好友们要为他准备什么惊喜，他坦言感到很害怕。对，情人节这个节日我本来是真的没有在 care，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就比较着急，他们就说丞琳你放心，情人节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。我说安排好是什么意思，然后他们就不说，所以我就觉得是有蹊跷。我其实还蛮害怕他们要介绍什么男生给我认识的，对，所以我现在还在考虑我要不要赴约，还在考虑。杨丞琳近年的桃花都没有好结果，如果朋友们真的为她找到适合的人选，也不妨大方收下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